各位朋友，我先请市长呢，看到了我们现场云林场总共有12万人，12万人的声音给我。哎，还有来不及没有办法参加的朋友，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跟他们挥挥手，谢谢你们。耶，韩国瑜动顺，韩国瑜动顺，韩国瑜动顺。我们先让市长喘口气，谢谢。在邀请市长讲话之前呢，我觉得要先邀请另外一位云林的女儿。如果没有云林女儿，哪有云林女婿呀？对不对？我们先请嘉芬姐。嘉芬姐今天看到这么多云林的乡亲来，心中一定非常的高兴。还有那么多的朋友来到云林你的故乡，是不是？请嘉芬姐给所有的朋友问候一下，来，欢迎嘉芬姐。嘉芬姐好。等一下我来称呼。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嘉宾哦，我们县长、议长、我们嘉义市长，还有我们萧理事长，所有的各县市我们好多的议会同仁，还有我们省议长，然后我们大百会主席，还有我们来自高雄的，我们还有来自高雄我们的议员、来里长啊，乡镇长啊，还有我们云林的女婿啊，哎，我们那是哦，好多梅雅议员，我们的这个黄议员哦，还有我们哦，好多，还有我们乡镇长、乡镇市长、乡镇代表哦，费鸿清，各位喜多，快点，白水。嘉芬姐好，姐好，嘉芬姐不要哭，你好委屈，大家给嘉芬姐鼓励，嘉芬姐，嘉芬姐加油，加油，嘉芬姐加油，嘉芬姐加油，韩市长抱抱，感谢，感谢来自咱所有台湾各地所有的好朋友，以及像我，就是咱云林镇的姐姐乡亲士大好朋友，大家好，加油，嘉芬姐好。今日是头一正有够，听讲头拄仔已经有6、7个拢掉刷上。咱家好朋友这种精神，和阮阿公阿嬷真正非常非常的感谢，嘛在遮甲抱歉，真正因为这炎热的天气，规徛伫咧遮晒日头，非常的湿嘞。看到咱这一个警察朋友伫咧遮，今日是6月15日警察节，谢谢大家，真正有够歹势，警察节本来是应该恁来休困，结果今日互恁加班。再次抱歉，嘉芬姐加油！人讲查某囝回来后头厝，看到家己后头厝的时段，就算有搁较侪委屈，像家己看到家己的亲人同款。我知影咱婚里面相亲一向拢是非常非常疼疼阮。常常也說一句話，他說我是婚姻驚賽，我所有的作為我絕對不可以讓我們的婚姻鄉親漏氣，我相信我的翁婿到現出時都是同樣那麼單純做工作，永遠他其實他的服務是無分黨派的，他的服務他有當怎麼做，他一天當三天做，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加分，为什么国语三个用要配念骨，我说我也没法度站卡动也是站不住，
伊就是烦恼，烦恼伊的工课时间无够做，所以伫遮千言万语，看到咱婚礼的乡亲，今日我将来入来市场唔捌这呢个，只是讲等下家己的所在，看到有真侪阿伯阿姆，恁拢是皮肤晒到乌乌，我就知影你就是咱婚礼人。有真侪少年朋友，你的手骨头拢较有肌肉的，我知影你拢是做是加耕菜耕出来的。婚礼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所在，各位对阮的疼痛，阮绝对永远会记在心肝头。咱台湾人只靠行人一道，国语就是用这种心情，人甲咱照顾，我都爱拼命落去做。所以我相信，所有咱家的乡亲站出来，予阮人阿婆感觉。这一个月来，所有的我哦，我感觉拢无话要紧，因为我有良心，小天，谢谢，谢谢。加番茄，加油！加番茄，加油！加油！加番茄，加油！好，各位朋友，我们早上讲什么？谢谢，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乡亲，包括咱在地婚礼乡亲，甚至还有海外飞回来赶到云林的所有的好朋友，真的万分的感谢。还有台上嘉义市的黄市长、云林县的张县长、水利会的林会长、全国农会的萧理事长，还有我们省中农议长，还有所有的乡镇长，还有我们高雄市来的刘议员跟陈美雅议员，还有黄议员，还有所有各位在座，还有孙大千委员，所有的乡镇长、议会、所有的民意代表，各位好朋友，还有柯委员、柯承茂委员也到了，还有我们美丽的神力女超人许淑华委员。首先向大家致上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真的感谢。尤其好多朋友从6月1号台到，再到花莲，今天再到云林，真的让人感动，非常感谢。第二，谢谢，今天是警察节，警察除暴安良，最辛苦是警察的眷属，老公出去执勤，老婆在家照顾孩子，还要担心自己老公的安全，所以警察节这么伟大的一天，很多警察同仁为了今天这样子一个大会放弃了休假，真的很不好意思。在这里祝福全国警察，还有警察的眷属，属于你们神圣伟大的警察节日子，祝你们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第三，要向斗六地区所有因为今天这个大会造成交通不方便的好朋友致上歉意，很不好意思。还有8位到9位已经丢刷中暑，真的对这些热情的朋友在这里致上问候之意。今天6月15号来到云林，心情特别感动。做云林女婿28年前、29年前满头秀发，女婿做到现在头都秃掉了，从少年做到老。但是每一次在台北参选，云林乡亲永远都是大动员。我常常常常跟我说一句话，秋姑我离不爱我出，
所以云林乡亲跟韩国瑜、李佳芬完全融为一体，整个云林拢是咱的后头厝。再一次感谢云林乡亲跟海内外来的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各位朋友。今天6月15号，轰动全世界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把反送送中条款、引渡条款冻结，停止审查。这几天大家都关心香港问题，从这个香港问题引发台湾跟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可以了解到，显然香港政府完全没有跟香港人民倾听，没有了解到香港人民的感受，因此700万的香港人居然会有103万走上街头，这是何等的数字。所以香港政府今天决定停止审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政府没有办法体会人民的感受，一个政府没有办法倾听人民的声音，一个政府没有办法苦民所苦，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所以这件事情香港政府最后悬崖勒马，好多台湾朋友都关心香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甚至有人在网络上不停地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各位，我们所有云林乡亲，各位好朋友，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华民国有自己的国号，有自己的宪法，有完整的国格，有人民，有土地，有关税，完完整整从1911年现在治权在台澎金马。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捍卫中华民国？有人说韩国瑜你要接受一国两制，完全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接受一国两制？台湾人民怎么可能接受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绝对不可能。所以在这里我首先都要打个报告，我一定要讲得很清楚，没有国哪有家。我们今天先把这件大事情一定要一次讲清楚说明白。我希望所有在座的乡亲信任我，如果我有机会领导中华民国，我如果我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我跟大家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个土地实现，好不好？好。韩国瑜，动身！韩国瑜，动身！国瑜，国瑜，韩国瑜，动身！动身！韩国瑜。所有抹黑、所有抹红韩国瑜的，我再说一遍，台湾绝对不能实施一国两制，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除非。好不好？韩国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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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我们先喊几个口号，代表我们爱国家、爱台湾土地、爱我们民主自由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第一个口号，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我们把声音喊出去，拒绝一国两制。拒绝一国两制，热爱中华民国，热爱中华民国，热爱民主自由，热爱民主自由，坚持和平繁荣，坚持和平繁荣。各位乡亲，给阿里上来就报告这个，跟我们云林农业县大家一听，那阿里，但是这是非常重要，这代表。我们所有的人有我们的价值，有我们的中心信仰，我们知道未来我们中华民国要走什么道路。所以我每次都讲，我们热爱中华民国，热爱我们民主自由，
热爱我们生活方式，这个是绝对不能变的。大家说对不对？对。到了云林，给表情给嘉义，再过来彰化，我跟大家报告，我们过去农民朋友，现在萧理事长也在，大部分长期支持民进党，天天都挺民进党，做后嘛挺，做败嘛挺。但是这三年，农民吃尽苦头，太辛苦。去年我到高雄报道，我到高雄整咖，看到农民丰收，点老巴塞。我们到庙里面去拜拜，我们点一炷香，我们一定看到右边国泰民安，左边风调雨顺。啊，这边对农民渔民来讲，风调雨顺都是被老巴塞啊。怎么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越丰收，农民的泪水越多，撸老巴塞？因为我们产销出了问题。现在民进党执政，已经离农民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遥远。看一个农药巴拉挂，巴拉挂，阿基玛禁止，对整个农村农民造成多大的影响？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用医生的角度禁止了巴拉挂，阿基玛给整卡青菜门，每一个农民都在哀嚎，没有这个巴拉挂，整个生产成本提高，农作越来越困难。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农业政策，从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整个农业线我们必须要调整。四十多年前纽西兰要推销奇异果到台湾高雄青果社去看，你们怎么跟蕉农签约，怎么样把利益分享蕉农。四十年后的今天，纽西兰已经行销全世界的奇异果，结果我们追不上人家。韩国的泡菜、日本的萝卜干都是行销全世界，我们农产品过剩，我们在掉眼泪。我们的仓储、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加工，通通没有有系统。所以农业未来台湾一定要加强。今天我的婚姻，我的脚踩在农业县的土地，我们农业要有全新的观念。我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欧洲荷兰，人口1700万，土地比台湾大一点点，可耕土地全国只有7%，啊，现在外销农产品一年外销130亿美金呢。外销鲜花全世界第一名，外销种子全世界第一名。加西兰，再看以色列，全部是沙漠。自己呢，用科技跟农业结合，以色列的蔬菜水果大量外销欧洲。这个就是科技跟农业的结合。所以未来，整个云林县以及所有相关的农业县的这些县市，以及中央农委会一定要全力整合，农业必须要改变，必须要加强。大家政府老是说欢迎青年返乡，啊，青年返乡赚不到钱要怎么做？啊，现在农委会主委说农民一年收入150万，各位农民朋友，大家都有收到吗？我在台北农产4年半的总经理，我最关心就是菜价跟水果价格，每一块钱都是我们农民的血汗，所以稳定的菜价跟水果让农民收入，农民不要大富大贵，农民只要稳定的价格、合理的收入，农民就会满意。这是我对农业县我想讲的心里的话。云林县隔壁的嘉义，大家都知道嘉义阿里山，我们云林县北港朝天宫，虎尾的霹雳电视台，西罗七坎的武术，还有几个大学，我们如何发展地方的特色？
将来云林嘉义甚至高雄，我们可不可以整体行销，甚至把多余的农产品鱼产品整体外销，甚至观光旅游可不可以套装起来，让南台湾的生命力放出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定做得到的。过来，云林县的未来如果要往商业发展，最缺一个工商综合港，所以中央跟云林县政府如果合作起来，真的能建立一个工商综合港，将来云林县嘉义县发展商业的机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六轻现在占台湾石化10%，将来它的税收我们不敢说100%留云林，但是可不可以给云林多一点点，这是应该的。所以未来我对农业县有我自己的看法。最后在这里我要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丁立百我的花莲，我在花莲讲国道六号跟苏花改二期跟环岛高速，很多人批判我抹黑我，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那天我没说，今天我跟大家报告，我是晚上11点特别坐车要看一看东部地区的孩子，东部地区的乡亲怎么回家，连夜从高雄到屏东再到台东，开到凌晨2点，受不了休息，第二天再从台东再花3个小时开到花莲，7个小时回来再坐车14个小时。我要了解东部地区民众完全有资格有一条安全平安又方便的回家的道路，结果我提出来以后，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很多在抹黑。难道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应该解决各县市的需要吗？对不对？对。我一来一回坐了14个小时，就是要了解东部的交通。啊，给他邓阿混林，我们是赶快。特别要感谢所有各地来的好朋友。这场选举即将在7月上旬开始展开民调，特别是我们在座的云林乡亲，叫嘴你来，我给你叫狗，我阿伯是很感谢的，也要所有海内的官，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不离不弃。这一个多月来，我们被抹黑、抹红、抹黄，已经抹到了夸张。台湾政治史上，没有一个人像韩国瑜连续被抹黑将近2年半，2年半，好多人说谢谢。谢谢。但是好多人问啊，你怎么熬过来的？每天早上起床就要想今天要开始抹黑什么。我去行政院开个会，很和善的态度，很虔诚的心，拜托中央补助我们高雄，开完会就剪接，就在网络上修理我打我，我已经搞糊涂了，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民进党怎么到了不抹黑他就不会选举的？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不是我们的价值，对不对？韩国瑜当选，韩国瑜当选，国瑜国瑜，韩国瑜当选当选，韩国瑜。各位好朋友，各位乡亲，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骂过一个人。人家说你怎么忍，我有宗教信仰，我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更
更重要。我了解我要追求什么，我真的是担心我们2300万的台湾民众，我充满着忧虑，充满着害怕。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进入60多岁，我们很快会交棒给下一代30、40岁。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办法扛起责任，没有办法让台湾安全，没有办法让人民有钱，没有办法让所有各阶层的好朋友过好日子，我们有什么脸，有什么尊严来面对我们的下一代啊？对不对？都要再一次拜托各位乡亲，韩国瑜还是韩国瑜，我从来没有变，我还是非常快乐的个性，很开朗，很喜欢讲笑话，以前很喜欢喝两杯酒，现在酒不太敢喝了，身体没有那么好，很喜欢交朋友，对国家充满着热爱，对台湾充满了感情，台湾的人民充满着责任。我没有变过，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迷失过方向，但是我已经到这个年纪，我很清楚未来我们要做什么。所以2020年总统大选7月份开始民调，我要请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所有的乡亲信任韩国瑜，做韩国瑜的靠山，做给我力量，好不好？为支持韩国瑜，为支持韩国瑜，为支持韩国瑜，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韩国瑜动算动算韩国瑜，谢谢。陪着韩国瑜，我们再喊一次口号，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情感全部用我们的口号喊出去，4句口号：拒绝一国两制，拒绝一国两制，热爱中华民国，热爱中华民国，坚持自由民主，坚持自由民主，坚持和平繁荣，坚持和平繁荣。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今天来到云林，我们一起为市长庆生一下，好不好？蛋糕，我可以许愿望吗？好，拿火机接下，第一愿望，希望我们国家国运昌隆，中华民国国运昌隆。第二，希望台湾人民安全，人民有钱。第三个愿望，希望我重新长回一头秀发。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等一下。活动啊，非常的欢乐。今天在市长的，大家帮他唱生日快乐歌，也相当的高兴。刚刚市长说了4句口号，
我在这里要补充两句，因为市长呢，当时呢就不断的在提醒，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有责任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所以我们请市长讲台湾安全，我们台下讲人民有钱。以后你当选总统也要这样，你负责台湾安全，我们人民负责有钱，好不好？好。来，哎，市长，你喊一下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我们再喊一遍，我们台湾2300万人共同的愿望：台湾安全，人民有钱。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在这里，教大家，谢谢大家，一起共，谢谢谢谢。